果他不是凶手，他心里应该很明白我在说什么。我并不明白，因为假司机死，我也不知道这个对账的是什么。从目前我掌握的证据来看，他和死者以及新娘之间只是客户上的生意关系 ，just business。这啊！好的，言归正传，神经病，神经病啊！没看我显得幽默吗？你没幽默呀？哦，不是，那我显得幽默吗？你幽默了，幽默了吧？你幽默了。那你害怕和我撞衫吗？不害怕呀。不害怕。嗯。你真的不害怕？不害怕。好。来了，你要怕。好。